新的一天从听着海风起床开始。今天没有很晒，所以海狮在外面，没有在洞里吹风。我们现在看到了游击红，还是东山两根波黑壳。开离海岸，风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从海景变成了森林的景色。我们现在要去 hiking， 有一个地方它叫 Blue Pool， 蓝色泳池，听说水很蓝，现在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，应该是个小瀑布。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Previously,越往高处走，好像水就更清了。我们爬上来啦。再次上路，这次我们直接去晚上住的小镇，是一个叫 Bend 的小镇。我们现在回来了，预住了酒店，看着 YouTube， 吃着打包的毛血旺，土豆炖的不是，毛豆炖排骨，不是毛豆，是毛豆吗？这不是毛豆吗？那是豆角，豆角，排骨炖豆角，豆角炖排骨，还有剩下的两个菜，快吃。反正从这边就回来，买了水，买了水果，买了乱七八糟的酸奶，明天早上可以吃。山口湖公园，一个国家公园。刚刚本来出门了，买了星巴克，然后忘记带了盖章的护照，现在重新出发。这边的路都超直。Visitation Center 正在修，但是可以盖章。怎么下了？啊！第二行。嘻嘻，到此一游。不一样，这个湖好安静呀，就像假的一样。因为积雪还没有清完，所以有的车也不能走。
回去早点休息，准备明天的行程。